尊敬的诸位法师，尊敬的王会长，尊敬的诸位斋主代表，诸位同修大德、义工菩萨及网路前的同修，大家阿弥陀佛。首先非常感恩我们出家法师来庄严道场。佛门讲若要佛法兴，唯有身战身。所以诸位出家法师来我们这个会场参与这个法会这个就是身战身的一个表现非常感恩特别还有越南有十个法师也带了这个越南的一些同修来参加这个也更为难得因为有一些还不是能够很那么他们对中文还不是很熟悉能够来参加法会这个非常难得我在新加坡做法会也是有很多越南同修那么在澳洲啦在英国啦在美国都有越南同修那么做义工也很多来发心做义工记得12年我到美国去做法会在这个圣何西奥瑞冈还有这个赌城拉斯维加斯还有西雅图那么我们切一个敲鼓的所以有一个当地一个越南的女众她不会讲中文只会讲越南语跟英文那么她说她会敲花鼓所以就请她敲花鼓那么问她怎么学的她就是说在网络上学的那也非常感恩来帮忙所以越南同修我到3年前到越南我鼓励越南的同修学中文因为越南自古以来就是学中文的因为他们那边的寺院也都是用中文写的对联希望能够响应我们敬老和尚全世界的人都学中文那么今天晚上我们要布置这个明天祭祖的会场这个祭祖现在也推广到世界这个带动世界每个族群来拜他们自己的祖先提倡孝道我们敬老和尚现在就是提倡这个也 得到非常好的一个回响那么前几天大连也办了一个祭祖法会办了一个祭祖所以我是看到那个中央第四台报的有看到童校长在讲话所以童校长今天到那来安排这个那么我们桃园童校长他很花心来帮忙教祭祖所以我3天前看到这个中央四台报这个新闻看到祭祖跟我们这里完全一样在大连举办了两岸就是两岸这个文化交流这个祭祖的盛会非常难得那这个佛力加持祖宗庇佑那么大家来参与这个盛会那必得佛力加持祖宗庇佑业障消除福慧增长60吉祥那就不耽误这个我们布置的
这个工作啊，所以悟道就简单讲到这里啊。那么祝大家啊，这个法喜充满，阿弥陀佛。啊，我们明天祭祖啊，明天见，阿弥陀佛。大众礼谢主法和尚慈悲开示，至诚顶礼三拜，不为礼。